是器物零零机器，然后它模型怎么拆的啊？拆和装是反过来呢，我们看怎么拆的啊？然后我们把模型拉出来，然后把排线这上面的两根螺丝给。然后这个排线，这两个排线我们就可以把它拔掉，拔掉，可以，我们把它拔掉，再给它盖上，然后把螺丝给它上上。然后我们这下面如果有朵螺要堵上啊，要堵上，开关要选到 off 啊。好，我们再拆，看我们这板子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螺丝拆掉，重的，轻轻的往里拍一下。然后这个涡轮圈不要掉了啊，不要掉，一定要装好，不要掉。然后我们把原来配件的盒里边，配件盒里边的这个拿出来啊，然后我们把它拆一下。我们啊，这有两头啊，这有两头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拆掉之后，然后把它放到一边，然后我们用这一块，我们用这一块啊，这一块，然后装在这上面啊，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把两个螺丝给旋进去，这样的话模型里面的东西啊，残留的液体它就不会流出来。这是两根管子，我们可以把它拔掉。再给你，两根管子啊，你们一定就是拆之前一定要也给它拍个图片或者干嘛的，然后这两管子不要接错啊。我们要把它直接嘎掉，我们直接嘎掉，然后知道哪根管子插哪个就行了啊，哪根管子插哪个就行了。模型就对你们拆完了啊，一个是把上面的排线拆掉，一个是把这边的管子全部拆掉啊，把这边拆掉，因为这两根管子要嘎掉啊。这整个模型就可以抽出来啊，就可以抽出来。我们就装在这个上面啊，剩余的带这个涡轮圈的啊，然后我们就装在这个上面啊，把卡在这个上面，然后螺丝给它上。这样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，等我们新的模型，等我们。另一个模型到了，或者说更换的模型，或者说模型修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按相反的顺序把它接上就行了。